好，我们今天是我们拜托我们的单位来帮我们用支架来拍的影片，我们也请来的代言人，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求职黄片能够落实扎根在每一位求职的身上，不要被受骗的部分。所以我们这边的记者就是求职牢记357庇佑我们求职的安心的部分。那当然我们佑人来了，今天的代言人今天会实际来跟他做分享。我想每一个活动每样一个宣传的部分有一个代言人来做说明来宣传，效果一定非常的棒。那当然我们今天揭露之后，我们会把相关影片用短影音 YouTube 或在我们公众号找 APP， 在我们相关的网路里面我们会来做广宣，希望能够落实防止我们这类年轻学子或是自我们在求职的时候被影片的部分，尤其在求职过程，第一个我们最重要要有对价关系，不要说你觉得薪水高，他有面试进去给你问问的讲薪水多少，那你就被诱惑过去了，自己要切记不能有这样的轻心的部分。那当然再呼吁大家，希望我们透过今年的影片能够吸引住你，能够落实黄片，能够让你不被骗的部分，这是我们所要看到的成果。大家小小做伙，为咱这下期做伙来拍表。